相信自己的同伴，更相信自己。嗯，其实我觉得真没有想太多，哪怕夺得冠军这一刻可能会觉得特别开心，但我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吧。这可能只有人生一段重要的经历，但不是人生的全部，所以希望能够自己还是依然踏踏实实。对我们这个团体，尤其是在决赛这场比赛发挥的肯定吧。然后主席也是在决赛前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动员，希望我们能够减轻包袱，轻装上阵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团队也做到了。其实今天我觉得准备其实还是非常充分的，但是一上来对对手的这种战斗力包括这种质量的估计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偏差吧。特别是第一局可能三分就输了，然后第二局慢慢开始，我觉得才越打越好。但确实第三局咬住没有赢下来以后，我觉得还是坚定自己吧，坚信自己能够去逆转比赛，然后在场上技战术方面还是按照赛前准备去打。